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远方君，现在我是在湖南的长沙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湖南大学，我前面这个就是伟人的雕像啊。湖南大学它是一所千年学府啊，因为它最早建校的话可以追溯到宋朝的岳麓书院啊，它就是一个办学的地方，所以湖南大学它是沿袭的岳麓书院的这个办学传统啊文化，所以我们现在说它是一个千年学府其实也是不为过的。湖南大学它是全国重点大学，也是湖南的三所985、211双一流的大学之一啊。湖南大学它还有一个特色，它和其他地方的大学不一样，它是全中国唯一一个没有围墙没有校门的大学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到啊，这个大学就是很多社会上的这个车辆啊，然后开店的、啊、都在这个里面啊，它这个教学楼啊宿舍楼啊其实它就是在这个外面，就是一个开放式的，就像是一个社区还是什么样的，是这样的，我们也看不到校门，这个就是它的正面了、这个就是湖南大学的正面了，也没看到有校门。像这里面这个大马路啊，它这个就不是属于校园内的，这些社会车辆都是从这边经过的，这边还有地铁站呢、所以它是一个比较亲民的一个学校，随便就是说这些官人都可以进来参观。等到我们往后面去转一转，岳麓书院是从这边上是吧？对。